那随着 AU 奶越来越少了，它就宝宝们吸奶量也越来越大了，所以动不动就给 AU 咬疼了，可能 AU 就比较心烦，嘴就喜欢叨咕，骂骂咧咧的，疼急眼了就跳出去了，哼，AU 啊，AU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求求你别把他们再叼出去了啊，好不好？你就老是在这安静待着，要不我给你们整个小帐篷，搭个棚儿，完了能暗一些。那其实不是想让你们照着一些外面的阳光吗？你老在那个小黑屋里头，那么小，阳光照射也不足，不利于你和宝宝们的健康。是不是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我去捡碗了啊！别把孩子咬得吱哇乱叫啊！多好。喝完了不用擦嘴啊，留着就挂在嘴上。到时候你在别的猫面前一路过，哇，一股奶香，哎呀，那人家以为你是奶油小生呢，殊不知你已经是奶油大叔了。嘿嘿，你看，哎呦，真是坐月子有功啊。想先吃吗？哎。来，哟，哎你呦从来啊，没吃过这哎么呦，多肉，涮那顿肉，那个肉好吃不？老香了是吧？这是后溪肉。来，接着吃，你瞅着，哎呦，我们正在吃涮那顿肉呢，然后哎呦就，还要，闻着味儿了。坐在桌子边儿就看着我们，于心不忍呐。就把肉去掉那个酸菜味儿和咸淡味儿，就喂它。没成想，特别爱吃，连着吃了好几块了。不吃了吧？哎呦啊，香不香？香就比个耶。嘿，三只小宝宝，2只睡在猫抓板上，1只睡在那个缝隙里头。你说睡的是多有意思？老大吧，老大睡在这缝里了，老二、老三睡在板上。老大，你是在减肥吗？给自己累瘦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吃的挺开心呐，吃着东北菜的猪肉炖酸菜的里面的猪肉了。婶婶，你过来干啥来了？你还哈哎呦？你不知道这是 AU 的主场吗？好了，闪闪，好了，下去吧。好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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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看。你呢？哎呦我去！你咬那脚趾头叉儿，居然能咬出声来！我怎么觉得你像嗑毛嗑似的，嗑瓜子儿似的？哎呦！哎呦我去！你不疼啊？你这是也不知道咬啥咬的，能咬出响来，咔咔。